是很重要的一天。首先，先感谢各位能够拨空参加。我们很高兴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接下来帮我们致辞的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朋友，而且各位今天享用的餐点也是由他一个人亲手设计。让我们一起欢迎他跟他的丈夫小如接休。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你怎么你现在同手同脚，这人家会以为我跟一个机器人结婚。不行，我真的很紧张。轻松，轻松，来，放松，放轻松，放轻松。大家好，我是林小如，他是我先生宋杰修。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很紧张。所以我老公就告诉我，我就跟大家聊聊我拿手的事情。那我最拿手的就是料理，想请问一下，今天的餐点还可以吗？一道料理如果没有包含厨师的爱，那就只是一份填饱肚子的食物。爱一个人也一样，如果你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他，那就只是个过客而已。所以我希望任以翔还有 Peggy， 你们可以越来越爱彼此，牢牢绑住一辈子。屁话，屁话，通通都是屁话。不好意思，我是这家饭店的执行长，我们没有开放任何媒体的采访。您打扰到我们的客人，请你们离开。我知道你有保护大家安全的责任，但是我也有让社会大众知的责任。我今天就是要代表正义的一方来踢爆真相的。喂喂 ，Testo Testo， 麦克风试验。各位各位，相信大家都听过第一名模唐爱维跟台上那位知名的设计师宋杰修的绯闻。但是后来宋杰修先生跟林小如小姐结婚了，想要证明这个绯闻是假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怎么会那么巧呢？绯闻一爆开，他们就结婚了。因为这个根本就是一个骗局，这个宋太太根本就是一个烟雾弹，是用来掩饰他们的关系。这个主使者就是这个阴谋背后最大的受益者唐爱维。小茹，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说你是烟雾弹？等一下，我肚子不太舒服。肚子不舒服？好，那我先扶你进去休息。你小心。你们不要听他说，你们听我解释。哎哎哎，你的话才不能听呢！哎，各位各位，我手上这一张假结婚合约书，就是唐爱维亲手交给我的，里面清清楚楚写着，你可以为了100万跟宋杰修假结婚3个月。刚刚还跟大家讲什么爱，什么料理，你根本就是一个可以为了钱出卖婚姻的女人。先生，请你不要再说了，去叫警卫来。艾维，合约真的是你交给他的吗？设计师，你干嘛？相信大家对我不陌生。对，我就是宋杰修。对于今天造成的骚动，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宋杰修，你只为了这件事情道歉吗？难道我刚刚说的那些你全部都要赖掉吗？我不会赖，我也不想赖。这件事情曝光了，对我来说反而轻松了。之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头，我告诉你，我早就累了。各位，你们听到了吧？他认了，他认了，那证明我之前报道的都是真的，我不是一个放羊的狗仔。
宋杰修，婚姻是人类为了证明彼此的爱有多深、多坚定。但是你跟林小茹的假婚姻却彻底玷污了这个神圣的制度。你对社会大众有什么要说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这个婚姻契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会马上跟林小茹离婚，结束这段错误。小茹，你要去哪儿？都说要跟我离婚了，为什么还要管我？好，你要走可以，但请你先把它戴上。这戒指是……其实一开始你戒指不见的时候，我就想重新找给你，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直到。我看到这个小花戒指，我当下就知道这是属于我三叔妹的戒指。先生，我们这些戒指的宝石都有它不同的意义，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借我们的戒指，让对方知道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这颗宝石代表生命力，就像第一次你闯进我家的时候。你昨天到底对我做什么？除了骗婚之外，是不是还骗财骗色？你的生命力旺盛到超乎我的想象，还有这一颗代表的是我一直最缺乏的却总是能在你身上得到的热情，最后这一颗代表的是我们两个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力量。小茹，我觉得合约曝光并不代表世界末日，我反而觉得我要趁着这个机会斩断所有的错误，和你重新开始。这一次，我要你心甘情愿地冠上宋太太这个称呼，和我一起遵守新的合约。新的合约？上帝的合约啊！这是你告诉我的，如果不遵守的话，是会遭天谴的。小茹。宋杰修愿娶你林小茹为我的合法妻子，我将成为你唯一的真爱，终身的伴侣，永远的家人，忠实的朋友。不论贫穷富有，不论生老病死，永不分开。林小茹小姐，好的事情最后虽然结束，跟我共同遵守这个承诺吗？啊！答应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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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爱是未必。哎，宋杰兄，我不跟你玩真的玩假的，我已经看到画面了，我们报纸上见。